饭马上就好了，再等一会儿。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吗？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教练。我也喜欢你。 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在等你的但是呢。没有但是。 你先站好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也不是个磨磨蹭蹭的人。既然我们都……接吻了，我明白。没事，你接着说吧。 那藏着掖着就没意思了，对你也不公平。但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？我们在一起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有没有在认真听啊？有啊。只要你肯喜欢我，做什么都行。